立彩昨天又杠归了，目前已经连杠29期，23号的开奖奖金要上看这30亿元，所以很多的彩迷们赶快一大早就去下注了。除了3月封妈祖的妈祖牌，还有上一期开出连号，让彩迷现在都想要买连号。也有小资型的安全包牌法，不过到底要怎么买呢？带您来看。中山路彩券一条街，彩迷一早忙下注，威力彩共估29期，23号头奖上看30亿，彩券业绩直线升温，买法更是爸爸款。买100块就好了嘛，买个希望啊。特别号数，那个2、3个月统计，看哪一个号码最多。不会了，我顶多800块，顶多是积极选号。白干妈年度绕境，信徒热情簇拥。俗话说，撒给萧妈揍，风到威力彩来，相关数字都吉利，03132333，买气全部很旺。萧妈揍就妈祖诞辰嘛，哈，农历3月，三的尾数其实是开得还不错的。印出一张张彩券，中奖数字打破刻板印象。20号开奖，差23号一号就形成了6连号。彩迷脑筋跟着转弯，大手笔连号包牌。早上就有一个人要包30到39号了，嘿，对，因为他觉得说，因为开20几号，前后都很有几率，都会很高。我给他算一算，应该10000出头包牌的。不敢玩太大，还有小资族安全包牌法。第一区6个数字电脑选号自选皆可，第二区8个数字全包，只要第一区中一个就能拿到最小奖100元，小小安慰奖，不无小补。第二区包一下，因为800块而已嘛，因为你第二区你不知道他开出几号，所以包一个至少会看能不能得到安慰奖。威力彩杠的又杠，头奖续创史上新高纪录。民众花钱买发财梦，毕竟一券在手，总是希望无穷。东森财经新闻陈敏芳、梁丽台报道。